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晚餐吃什么哦。当然还是有一盒饭，它中午也是一盒饭，晚餐也是一盒饭，我都吃不完的。然后呢，等等等等，今天晚餐吃这个有鱼，这个应该是湘江的鱼吧？湘江上面的鱼，这个是苦瓜、四季豆，然后这个是肉啊，这就是我的晚餐了哦。下面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三菜，但是有蔬菜有肉，蛮丰盛的。OK，这个是我在这边隔离晚餐，他们给我吃这个。不过呢，因为我老家就在恒东，所以等等等等等，我大哥送了这个湖南的辣椒炒鸡肉给我吃。我大哥他有特别炒比较不辣的啦，所以这个辣椒炒鸡肉，哦天哪，看起来好肥好油嫩呐、啊，这个才是最好吃的湖南辣椒炒鸡肉，棒棒的棒棒的耶！我已经把这个辣椒炒鸡吃的这个杯盘狼藉了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嘴巴已经，是不是红肿了，对不对？啊哈哈哈哈！好好吃哦，但是好辣哦，湖南菜真的好辣，超辣的。好，这就是我在湖南的晚餐。要不要看一下我房间？算了，那边好乱，不给你们看，改天再拍另外一支拍我房间的。OK，这就是我在湖南的晚餐。那还有5天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5天我就自由了，拜拜。